这里文化底蕴深厚，历史盛迹浩繁，这里以汉墓、汉画像石、汉兵马俑为代表的汉代三绝名扬海内外，这里交通发达，素有五省通衢之称，这就是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徐州。徐州恒兴金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便坐落于江苏徐州高新区境内，成立于2005年，是主要从事寻挖机、钻杆和公路护栏打桩机、光伏打桩机研发、设计、制造、销售及出口为一体的工程机械制造商，并代理销售寻挖钻机及二手寻挖钻机。公司占地面积45000平米，厂房面积28000平米。多年来，公司不断加强自主研发力量，并与中国矿业大学建立了广泛的研发课题合作，不断追求技术进步和创新，并已拥有数十项专利。公司积极加入中国工程机械装工协会，及时了解最前沿的行业动态及施工工法。我公司已通过了 ISO 9001:2008质量体系认证和 CE 认证，对于新产品开发严格执行 APQP and PPAP 程序，并可根据客户不同层次的要求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，生产工艺严格按企业标准执行，生产管理方面严格执行 ISO 9001标准，将品质、安全、高效的管理理念有效地贯彻于生产的每一个环节，全面提高员工素质，让员工在团队中不断超越自我，激情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让个人梦想、团队梦想、企业梦想有机融为一体。轮式护栏桩机通过不断技术创新与改进，发展成为行业最高效、最稳定的桩机制造商。履带式光伏桩机的研发也是不断总结各种光伏的施工工法，目前研发的 R 系列、F 系列、M 系列机型均能很好地满足不同施工工法的客户的需求，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。目前恒兴桩机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公路护栏施工、光伏施工、电力施工及绿化施工等领域。多年来，我公司产品已远销欧亚、非洲、美洲20余国家，凭借高品质的产品、完美的服务，赢得了国内外众多客户的一致认可。无论何时，无论身处何处，恒兴人对品质与服务的追求从未改变。十年来，恒兴金桥公司精准丈量所走路程的每一步，致力于技术创新与产品优化，一切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己任，始终秉承以质量求生存，以信誉求发展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要求，技术不断创新，力争行业领跑，努力打造恒兴全球品牌，让世界爱上中国造。我公司愿意高品质的产品、完美的服务、良好的信誉与广大用户携手合作，共创美好未来。恒兴科技，欢迎各位同仁来徐考察、观光旅游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